句你手搞大啊，笑死人了。再看嘎子那个咬人还不服输的劲儿，跟真事儿似的。那么拍这场戏弄了多久呢？只花了两天时间。有朋友可能会觉得一场戏拍两天时间，这还叫只拍了两天时间？这不止，太长了点了。那必须说，单从时间上来说好像是长了点，但您注意了啊，小说和剧本对于嘎子咬人时候的动作以及心理的刻画都非常之细致，而这些细节，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高手，擅长八字算命，居家风水布局，灵符摆设。道长微信：20882988。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演过戏的孩子来说，要领会已经非常不容易了，更何况还得把它演出来。那么小演员们是如何出色的完成这场戏的呢？该得说崔维啊是一个用心而且暖心的大导演。怎么呢？俗话说得好，有自信才能赢啊，演戏更是这样，演员得相信自己也相信角色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们相信自己并且快速的进入角色呢？崔维当时是灵机一动，想到了安吉斯和吴克勤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那就是摔跤。所以啊，当崔维说第一场戏是嘎子和胖哥摔跤的时候，两个人都高兴坏了，顿时就来了兴致，很快就投入了角色当中。不过并不是每场戏都能这样如此恰到好处的符合孩子们的兴致，随着拍摄的推进，挑战也就越来越大了。就说下面这场戏，这个狗还真，这段戏一个摔倒的动作，两句台词，看起来呢很简单呢，可是安吉斯愣是拍了大半天才拍好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来听听安吉斯怎么说的。这个我记得拍了好几次，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知道这个情节啊，他一推我就防，他一推我就防，这个搞了几次呢都不行。这就是原因所在，因为人的本能啊让他心里边已经有了防备，所以怎么摔都摔不真，那怎么办呢？崔维想来想去决定采取突然袭击。后来呢我想呢可能是他们那几个大人在那商量了，就说失开啊，失开呢都是到那一做推的动作就完事了啊，没有往下推倒的这个情况，所以我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。试拍嘛，我估计他们呢已经都开机了。到那儿以后，因为我心里没准备，一下就推倒了。毫无准备之中被推倒在地的安吉斯摔了一个仰面朝天，他瞪着扮演罗金宝的张婷，当时是又急又气，这正好符合了嘎子当时的情绪啊。看到这一幕，崔维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据说当时的安吉斯可真生气了，现场还闹起了情绪，怪大家伙瞒着他，好在小家伙也容易哄啊，这说几句好话安慰安慰也就好了。其实啊，在拍戏的过程当中，安吉斯入不了戏的情况并不止这一次，简直是大肚子光起路了呀。为了取得最真实的效果，同时不影响演员情绪，在拍摄小片三场的时候呢，崔维挺显然的不给小演员排戏，能够即兴表演好就即兴表演。所以呢，电影当中很多场的拍摄都是在情绪巧妙的布置当中。当然，一部电影的好坏绝不仅仅靠主角啊，主角之外的其他角色也一样重要。电影当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，除了嘎子之外，还有好几个，比如说嘎子奶奶、八路军侦察员老朱叔、侦察员罗金宝、龟田队长以及胖翻译官等人物，这些角色的扮演者都是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。据扮演龟田队长的葛存壮回忆，葛存壮就不用再见啊，拍戏的时候没有片酬，也没有伙食费。但为了拍好这部电影，老演员们都甘当绿叶，不仅演好自己的戏份，同时还帮着小演员们完成戏份。或许正是艺术家们的奉献，小演员们的努力，再加上导演崔维和徐光耀的精心创作，才成就了这一部经典。